茶友们、钓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是5月1日劳动节，在这个假期呢，祝大家劳动节快乐。钓友们此时此刻肯定在哪里这个河边狂啦，是吧？祝大家暴户断杆断线，断杆断线呢还快乐啊，愁都愁死了。你不懂的哦，其实作为钓鱼就是不在乎鱼获，在于乐趣。你想，这个重量，那个大鱼蹦一下，爆杆那声音多脆啊，人仰马翻，这才是钓鱼的乐趣，是不是？有得有失，患得患失的感觉很不错啊！昨天晚上呢，是我们整个茶季最后一场直播。现在到5月份呢，茶季就结束了，也就不再直播了。说实话，今年的话，很多地方的茶叶啊都是大跳水，行情不好。但是，我们的茶叶呢，还是得到了很多朋友的支持啊与认可。这也是因为呢，我们这些年啊一直坚持的品质，所以才得到了大家的认可。在这里啊，谢谢茶友钓友们的支持。茶叶呢也基本上都发完了，然后还有少量的呢，我们摆在店铺里面，如果有需要的朋友们呢可以直接去拍啊。现在感觉一身轻松了啊。接下来我们的生活这个脑袋瓜里面就没有茶叶两个字了啊，就是鱼了啊。接下来我们会去以拍钓鱼视频为主，溪流钓还有太平湖啊。感谢大家支持，拜拜。